许多人都喜欢到日本旅游购物，也对日本的居家生活充满了向往。为了实现在日本的生活品质，甚至是对清新空气的追求，日本家电品牌 Sharp 就特别在彭亨文东的远林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体验活动。来看一则商业资讯。秉持着对生活品质的不懈追求 ，Sharp 通过具有独特空气净化能力的自动除菌离子技术 Plasma Cluster， 将日本生活哲学融入现代科技，特别举办了体验活动。那我想，除了说 Plasma Cluster 的技术已经从2000年研发到现在，全球已经卖超过了100万台的这样的一个设备，那马来西亚也超过了200万的用户使用了这个 Sharp 的 Plasma Cluster。那这个技术我想最重要的是它会有正负离子的产生，那最高的浓度可以到达超过50万在每个 mix grid。 那因为这样的技术可以让正负离子结合空气中不好的分子，包含细菌、病毒等等，那就可以透过正负离子结合成水，让病毒里面的水分抽干，那它就会死亡。上百名艺人、网红和媒体受邀出席这场在彭亨文东真德拜举办的特别体验活动。担任 Sharp 产品大使的本地艺人陈子颖也分享了他从小使用 Sharp 产品的经验。 Sharp 对我来说有一种像家人一样的深厚的情感。对，那 Plasma Cluster 其实在很大幅度的上面有改善了我的生活品质，比如说因为我有鼻子敏感，如果有鼻窦炎，那在拥有了 Plasma Cluster 的 Pure Feed 之后，跟其他产品之后呢，我发现就是其实基本上皮肤啊，然后生活状态啊，基本上连呼吸你都会觉得哇，好像把日本的空气带回了家里一样。这场体验活动不仅是提升生活质量的技术展示，也展现了日本人对事物极致追求的工匠精神，通过每个细节改善用户的日常生活。极端天气带来的不只是当下的破坏，还有后续的传染病大爆发。巴西最南端的州属，也就是南里奥格兰德州